不过选战倒数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盖洛普公司所出炉的最新民调。先来看赖萧佩的部分，目前的支持度方面是以31.01%占居第一，而至于呢排名居次的是国民党的侯康佩30.94%，最后呢是民众党的柯盈佩，现在占比是18.12%。所以呢，你从数据上面来看呢，深蓝的选民似乎是已经归队。那至于在看好当选度的看好度部分方面，这个民进党的赖萧佩呢，现在是获得了47.27%的看好度，而至于呢侯康佩是23.27%。柯盈佩仅仅只有10.99%，至于呢可能会影响到不分区席次的政党认同度。现在目前呢，民进党是以22.86%是居次于国民党的25.76%，而至于民众党的部分呢是11.93%。因此呢，在选战倒数40来天，赶快来带您关心最新的民调。